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我来叫点乐捐箱。哎，谢谢张智霖理事长。有钱的请捧个钱场，没钱的鼓个掌就好。钱多钱少是一个心意哈，谢谢啊。谢谢啊，美女，你越来越美丽。我是郭新快报社的社郎社长，我也是街头艺人，我是全国唯一的吹小喇叭的记者，车上街头艺人。你们这里太小了，我的车子开不进来，所以我不吹了。我们继续请艺人乐队继续。什么大名？陈正文。艺人乐队最后快僵尸团的啊，好，一不做起来。你家己点看看唱什么话？来，我现在出去，就先休息一下。现在要两点钟啊，这节课只做十公斤、十公斤的重量，我已经做快两个小时了。来，所有大家这边，四、五、红时间。我要唱，我要唱。你要领调。